橄榄球运动充满战术与谋略，应用于攻防战中。每次进攻，总教练都会决定是跑阵还是传球，由四分卫在场上把教练的意图再传达给其他队员。跑阵进攻一般来说获得的码数比较少，但是风险也相对较低。传球可以获得大量的码数，却更难成功。决定是否要跑阵还是传球，要根据很多因素来决定，比如进攻机会和场上所处的位置。当他们离自己的端区很近的时候，他们通常会跑球；当他们来到了中场，他们可以尝试任何一种方式。防守方也有自己的策略来阻止进攻方进攻取得领地，他们也在每次开战前聚商，宣布如何进行防御。他们大多数的策略都是包含了对进攻组的攻击。当防守组认为进攻组要传球的时候，他们有可能就进行突袭。突袭意思是防守球员本来应该防御接球手接球，却跑去拦截四分卫。在四分卫想要传球的时候被拦截，这称为擒杀 sack。通过擒杀，防守组可以将进攻组的得分机会降低。突袭也可能会弄巧成拙，如果突袭者被阻挡，那么防守方就少了一个人盯防接球手，进攻方很容易找到那个没有人盯防的接球手。橄榄球队员靠的是脑力和体力并用，如果你可以跟着教练的战术一起思考的话，那你就更加享受观看比赛的乐趣了。